马杰斯特 T9 是我自己骑的车，然后已经被北京客户秒杀了，录个像做个记录。这台车的配置是 APT 96600拉全顺的13寸三代3000瓦片平衡版，速度是140至150之间，电池是力神的18650，96伏95安时，最佳续航里程260公里左右，售价是300兆。前面是双透镜3.0恶魔天使眼还有13寸的前面双碟 GP4。 现在13寸的双碟轮毂已经全网断货了非常的难得。后面是车里屋的螃蟹，然后整车做了最低化即使你个子不高1.6米、1.7米，驾驭这台车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适，双脚脚面落地看这台车的饱和度非常的低，而且马杰斯特系列骑起来非常的舒服，跑长途的时候就像开船一样非常的舒服。直推的上泵仪表，还有液晶背光电压表，看一下超大的座筒，可以放一个全盔旅行可以带很多吃的，非常方便。即将打包发货北京，这大透镜就一顿闪就完了，这我就差点